为什么这个同情别人笑成最惨的是我呀？弟子以往所受之辱，今日特来百倍奉还。我不要做反派呀，谁敢跟洛宾恒作对呀？我要抱兵哥大腿，我要对兵哥嘘寒问暖无微不至，我要做他们肉的粮食益友啊！对方现在处于初始等级 OOC 功能冻结，任何违反沈青青角色设定的举动都将扣除逼格指数。扣除逼格会怎么样？死亡，彻底死亡。怎么了？还是不太舒服吗？我那徒儿洛宾河呢？洛宾河？难道时间还没到？男主还没拜入苍穹山门下？太好了！师弟，你不要再生气了。我知道你带的颇为严厉，可能孩子已经很努力了。而且这次也没犯什么大错，你就别再责罚他了吧。你直说吧，他在哪儿？你把他打了40大板之后不是关柴房去了吗？师弟，师弟，你说你贱不贱啊？修为、资历、模样，你就说你缺哪样？为什么活得连一点仙风道骨也没有呢？什么仇什么怨，你偏偏要跟洛宾河过不去啊？还留下这个烂摊子让我来收拾。小杂种，走快点。来了。没吃饭呢？师尊，人来了。到底是主角，连名牌都这么耀眼。要死了，竟然把男主打成这样了。妥妥的死定了呀。师尊，别跪了啊！月之要是被你拜一下，将来不得赔一副膝盖骨给你啊。你可知错？弟子知错，弟子不该当面顶撞师尊。知道错了就好，看你态度端正，那就把这个 OOC 警告次要行为违规扣除逼格。突然口渴了呢。外父，连这样都做违规吗？没办法了呀。看到了没有，师尊的病都是给你气出来的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罚也罚过了，你回去好好反省吧，别的就不追究了。多谢师尊。哼，这次就放过你，下回给我长点记性。他一点都没有记恨我吗？难道他之前都没有被虐待过？今天就先放过你，要是还敢有下次。对了，冰河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弟子虚岁十四。虚岁十四，这下死定了。师尊，小畜生，师尊又被